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维修。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维。Hi, my name is Kai Yuan.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呢，要来维修一下我们的 FPV 穿越机的部分。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呢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呢，要来维修一下我们的 FPV 穿越机的部分，因为我们炸机了，然后我们后面图传天线就直接断掉了，那我们。那我们其实有很多，那我们其实可以就直接再买一个一模一样的天线，但是这原本的天线是非常非常细的。那我想说，如果可以让它变得更，那当然，我可以直接就换一个原本一模一样的超细的那种天线，但是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该换不同的图传天线，让它变得更稳、更坚固？就是你摔炸机啊，或者是你让它翻过来的时候，你不会很轻易就把它折断这样子。那我们就找到这个 MMCX 转。所以我们就找到这个 MMCX 转 SMA， 然后我们就可以抓。所以我们就，那我就找到这个 MMCX 转 SMA 的这个接头，那我们就可以接平常我们挖镜啊，我们的。所以我就找到这个 SMA， 所以我就找到这个 MMCX 右转。所以我就找到了这个 MMCX 转 SMA 的接头，那我们就可以接平常我们这种图传挖镜上面的这种天线，这种就是非常耐凹，感觉也不太会什么翻跟斗就给它折断之类的。那我们现在就来 ，OK， 那我们现在就来吧。OK， 那我们现在就想办法把这个神奇的天线组合装到。那我们现在就试着把我们这个神奇的天线组合装到我们这个 Synlog。那我们现在就想办法把这个神奇的组合装到我们的这个 Gap RC Synlog 35上面。那我们就直接动手玩玩看呗。那我们就直接动手把它组装起来喽。我们先把这个图传的舱门给它打开，就，那我们先把我们这个图传的舱门给它打开。OK， 那我们先把我们这个图传的舱门打开，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S E。OK， 那我们先把我们这个图传的舱门打开，那我们就可以连接我们的 MMCX 到我们的图传上面。我们先把它，
想办法把 MMCX 转 SMA 这条线接到我们图传上面，然后再看看到底我们要怎么接我们的天线，然后要把它固定在什么位置上面。OK， 一个清脆的咔嚓声，那就是我们装好我们的 MMCX 转 SMA 的转接啦。那我们想办法看看要怎么接才会比较好呢？
OK，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转接线放到一个神奇的位置。现在这个是在一个电池旁边，那我也试试看。OK，所以我们现在把它装到。OK，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转接线装到一个神奇的位置，这就是在我们电池旁边。那我想说，我们试试看。那待会我也试着把电池装上去，看看到底会不会撞到啊，或者是压到这个线。那我们待会也要想办法把这个转接线固定，不然很容易就给它搅到叶片里面，希望不要又被搅断之类的。OK，所以我现在这样子接一接，好像又发现了更好的位置。这里刚好有一个小小的。OK，所以我现在这样子接一接，看起来好像又有一个更好的位置可以让它接，就是我们先下面。OK，所以我现在接一接，看起来有一个更好的位置可以让它接。这里刚好有一个流。OK，所以我现在接一接，看起来有一个更好的位置可以装这个转接线的地方。这里有一个小洞，刚好就可以从这里出来，然后就可以装我们的 SMA 天线。我们试试看，然后我们就再把它分解一下，重新拆装一下。